个啊，也是高丽菜啊，紫色的高丽菜。很有名，然后其实今天还蛮真的蛮多人的，他的德国猪脚是在这里很有名。然后呢，我们今天吃的东西就是这个面包，这个也是德国猪的面包。然后前菜是香肠，也很好吃。然后主菜是，哎呦，主菜是这个猪脚，你看这么大只怎么吃啊？然后呢，我们今天还是叫白啤，白啤很好喝。